今天除了听他们两个人演奏以外，还听他们的姐姐 Autry 的演奏。 Autry 也跟我学了一年半，也是进步很快。 Autry 在半个月前已经顺利的通过了香港音乐皇家音乐考级钢琴考级的演奏级。他现在刚刚11岁，我来香港差不多30年了，我还没有在香港见过这么小的年龄考过演奏级的。我见过的最小的起码也都是15、16岁，大多数考演奏级的都是16、17、18甚至20多岁的青年或者岁数比较大的少年。所以 Autry 是很有前途的，我相信他将来成为专业的优秀的钢琴家是绝没有问题的。Thank you.
you. Thank you, Audrey.